严于律己，自强不息，将事业做大才能体现人生价值。你做人这样子，没什么东西要半途而废，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成功了。做品牌讲诚信，赢得市场，创新求变，精益求精，迎合潮流的脚步，从不停歇。做人一定要有自律，同时的话，另外要不断的求进步。品味华商本期请您关注创天设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陈长空。他的室内设计从不愿向高品质的信念低头，为了品质他不惜与合伙人拆伙，为了品质他宁可牺牲生意，为了品质他可以把完工的项目再重新做过。他就是创天设计私人有限公司的老板，一个把追求高品质理念作为长远经商目标的年轻企业家，今年才34岁的陈长空。今天的品味华商，我们将一起分享创天设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陈长空的创业经历。陈长空很早入行，20多岁就进入室内设计公司打工，工作5-6年后与人合伙另起炉灶，合作中却发现自己坚持高品质的经营理念得不到对方认同。在2008年双方拆伙，同年他以数万元的资本创立自己的创天设计公司。在2008年新加坡和世界陷入经济萧条深渊时刻创业，很多朋友都认为他太冒进，也替他担心。然而年轻的陈长空却坚定自己的创业之路，相信自己只要沿着诚信务实走行业品牌的道路，就一定会打拼下属于自己的事业春天。OK， 大家好，我叫 Sky Dan。OK， 我本身是 Sky Creation Design 凯天装饰设计的 CEO。我本身从事这个行业已经超过十年了。OK， 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是一，我本身是出生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所以想学一门，所以想出来闯这些。所以毕业后了之后，对吗？我是先从零售开始学习一些工作上的经验，然后就辗转进入了这一行，就边学边做边学，然后同时也接触了很多不同的管理这一行的管理里面。OK， 当初选择自己自行创业的时候，对吗？开始是跟人家合伙的，不过合伙的话，对吗？我们的管理理念不一致，而且走的方向也不同，所以不成功，所以就选择自己闯，那是2008年尾的事。所以凯天 Sky Creation 创立应该至今是刚刚好算是三年，因为我们是2008年12月成立的，所以在这3年里面我们的变化蛮大的，所以我们而且发展的也蛮快，在这一行来讲很自豪的说可以算是一个神话，因为3年里面我们所达到的一个程度是的发展的程度是之前从未有同行尝试过的。创立的 Sky Creation， 我们走的宗旨是走品质路线，而并不是走我们 go for quality， 不是 quantity， 不是数量。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设计这一行列，它牵涉到的就是品质跟施工水准。有行内虽然有很多个人有个人的做生意的手法，有些只是为只是做一次生意，但是我想走一个比较长远的路，就打一个长远的仗，所以我要客户记得 Sky Creation 就等于是个品质的商标的保证。所以为了挑战我们自己，也同时的话，对吗？的极限也为了给顾客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已经拿了很多的认证，
比如说 ISO、K-STRAS 这些东西，这些认证，甚至我们拿的 Singapore Quality Class 新加坡数字级，这是同行里面没人达到的一个水准，因为它是有一个新加坡政府部门机构所颁发的一个认证，所以达到那个是让同行也让顾客知道，虽然这三年里面我们发展得很快，但是我们的公司有一定的系统跟水准跟素质，而并不是一味的发展。陈长空对自家设计产品品质的坚持，永不言败的毅力，以顾客为尊的宗旨和锐利长远的经营眼光，短短两年内异军突起，在全国1000多家室内设计公司中崭露头角，成为一颗闪亮新星。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没有他的教诲的话，对吗？我也没有今天能取得这小成就的话，对吗？是因为父亲他严厉的教诲。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做东西，有些时候做东西的时候，对吗？学东西的时候半途而废。他跟我说，他很严厉的骂我说，你做人这样子，每什么东西都半途而废，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成功了。而他也教导了我说，做人一定要有时间观念，没时间观念的人也不会成功。所以这些教诲都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从2008年创业到今天，不过短短3年，企业从最初的陈长空夫妻两人和两个助手，增加到目前的近100名团队。公司不但业绩卓越，更让人钦佩的是，公司荣获2009年、2010年及2011年成功企业嘉奖，企业还一口气囊括 ISO 9001国际品质管理、ISO 14001环保管理和 OHSAS 18001国际安全品质认证证书。而最难获得，当属全国只有10多家公司拥有的消协认证名单。创天作为唯一的装饰装修公司，也榜上有名。尤其是他给我的两句教诲，也是我把它当成是家训，我也将来也会传递给我的儿子，就是严于律己，自强不息。他就说，做人一定要有自律，同时的话，对方要不断的求进步。所以，为了秉承我父亲的教诲，这些，我把我的在中国的公司取名为凯天，因为这个凯字就是我的儿子的其中一个名字，少凯的凯。因为我也希望，好对吗？他将来的话，对吗？这个公司，我的儿子跟这个公司也会秉承着我父亲的教诲，要不断的自律自己，同时的话也要不断的进步，因为在企业的世界里，商业世界里，如果我们不进步的话，对吗？就等于是退步。所以我们这条路的话，要不断的创新进步下去。作为一位勇于开拓、不断挑战的行业排头兵，陈长空是本地第一家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并在短短1年时间取得骄人成绩的企业家。上海、北京市场的成功开拓，不但让创天设计私人有限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更在同行中树立起了榜样。计划全力进军中国西部市场的陈长空相信，以新加坡品牌卓尔不凡的品质、独树一帜的创新，新加坡品牌必将在中国赢得更广阔的事业春天。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属于潮流生意 trend business， 如果我们不常常改变、创新跟进步，就很容易就被淘汰。这个理念，无论在任何国家都是可行的，就是说创新跟不断的进步。所以，而且我的成就也很归功于我的家庭，我的母亲跟我的太太。我母亲也帮我照顾我两个年小的孩子，
所以，而我太太的话，对啊，她不仅是我生活上的好伙伴，也是工作上的好助手，她也帮助我处理一些公司的财务部门的东西，所以也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向前冲。无限商机不是必然成功的法宝，妻子和家人是陈长空成功的最大支柱。妻子和他走在前线，目前是公司的资深设计师。母亲为他照顾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努力打拼，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不厌倦，把工作当娱乐。而强力拉拔他一把，影响他最深的是言辞父亲的教诲。他说，父亲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生前谆谆善诱，教导他要严以律己，自强不息。把父亲的教诲当作座右铭，律己让陈长空比一般同龄年轻人显得格外稳重成熟，对自己本身，对设计成品的要求格外高。自强不息，则建立了在困境中不轻言放弃的信念。在设计行业中，创新求变，精益求精，迎合潮流的脚步从不停歇的经营哲学。陈长空有了个人成功的元素，一路遵循西方的管理系统，东方传统富人情味管理员工，创天有今日的成果，自然得来水到渠成。所以，我们华人说的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和对吗？我现在是属于治国的这一阶段，所以希望未来的将来可以达到平天下的这个层次。创天有好信誉，当然要同样有优良品质的承包商和供应商，才能与其一起发展，彼此相得益彰。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只有信誉卓著，不偷工减料，不拆烂屋，又不无故拖延装修工程，能准时交货的承包商，才能承包创天的装修工程。对供应商的要求也不马虎，保证产品精良，不缺货。唯有如此，设计、工程、货源供应三方搭配无间，才能使优良完善服务得于保持延续。眼光长远的陈长空，为了进一步努力统一品管，也从多元化来着手。他采用欧洲技术，在新马开创自己的工厂，制造家具、厨房橱柜，建立自家的厨房柜品牌 Himio Kitchen， 产品现在已在一间分行售卖。为了提供一站式服务给顾客 ，ACQUA 代表厨房与浴室配件 ，LUCE 代表灯饰 ，TISSUS 代表窗帘。要求自己自强不息的陈长空，不会满于现状，他已经在雄心勃勃进军马来西亚和中国市场，取得不俗的成绩。此外，他还积极做出多项投资及战略调整，让公司跨出室内设计领域，投资其他行业，未来走集团化管理的道路。对，凯天从创业到现在，我们都不断的求进步跟变化。我们希望走的是跟一般同行不一样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之外的话，对吗？我们也要让我们区别跟其他的行同行的话，对吗？有所区别。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也开创了旗下的不同的品牌，我们有做卫浴与厨房用具的。有灯饰的，有窗帘，同时的话，对吗？我们有自己的品牌的厨房橱柜品牌，而这厨房橱柜品牌甚至得到了，对吗？新加坡那个绿色标签 Singapore Green Label 也是唯一一家，也是第一家拿到 Singapore Green Label
the kitchen cabinet, the products. OK，基本上，我为何要有这些区别呢？是因为让公司有多元化的发展。除了以上的话，对吗？接下来来临的话，我们也会成立我们商业的品牌 icon，也会成立别墅品牌 Lispers。因为对我而言呢，来说，一个公司，我们要多方面发展。如果你单一的话，对吗？单一发展的话，对吗？你会受局限。同时的话，对吗？没有那么全面啊。OK，对，因为公司要不断的发展，以便可以第一留住人才。好的人才都会想要在有发展的公司来发展的。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们看得到他们的前途。同时的话，对吗？基本上对我而言，在一踏入好商业这一行的话，对吗？就没有说知足常乐这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算我们知足，每年的营业额都达到一样的话，对吗？到了第三，但是别忘记每一年的通货膨胀，还有cost of material 这些都会起好，对吗？员工啊，租金这些都会起，所以每一年它的营运成本都相对的都会提高的，所以每一年我们都要有至少30%到40%的持续增长才算是健康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对吗？我们就必须要有多元化的发展，不止创立不同的旗下的品牌，先来发展，我们也向海外发展，比如说中国、马来西亚。OK，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话，对吗？将会在它的总部吉隆坡开设一间分行，同时我们现在在上海已经有了2间分行。来临2012年，我们公司的计划将会在中国国内北京、成都还有沈阳都开设分行。所以，同样的，我们会把我们凯天在新加坡的这个品质的理念带到其他的国外分行去也是。所以在未来的几年后，凯天将会在 Asia Pacific，比如说香港、台湾、泰国、越南这些都会开设分行。因为在不同国家开设分行的话，对吗？可以让我们的员工也是有所交流，别的国家的设计的理念啊，这些东西。同时的话，对吗？它是个息息相关，它可以把我们的品牌带到海外去，也可以让员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海外的发展机会这些东西。所以，因为毕竟我们凯天是我们本身在新加坡，我们的公司的团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比如说马来西亚、中国这些。所以，就算我们改天他们打算回到自己家乡去的话，对吗？他们还是可以哈，对吗？可以有选择性的，可以继续哈，对吗？跟我们公司一起成长，一起打拼。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让公司促使公司想要也要在海外发展，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希望跟这些优秀的人才继续的一起成长下去。2011年的春天，已经多次到访中国了解市场的陈长空正式进军中国市场。作为新加坡装饰协会的副会长，陈长空是一个有想法就努力去实现、有梦想就勇敢去追的人。有计划、有行动、有执行力，是行业工会会长对他的评价。从编写小册子到考察北京、上海，选定办公地点，组建新的团队。陈长空连续数月奔波，常驻于中国，靠着新加坡品牌诚信务实、敢于创新，以质量赢得市场，以胆略见证成长。不到1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突飞猛进，陈长空的中国事业也稳健地实现着。然而，有更大雄心的他，并不满足在一线城市的立足，他接下来将全力进军中国西部大市场。他相信新加坡品牌将走得更远，飞得更高。